下。是什么话？全身的黑色暗色性来衬托到他这一对远光灯啊，车头灯。大哥来了，大哥来了。哦。好的，今天来到琪琪家，因为我们刚上来啊，感觉现在好像是一个饭店。哦，他是饭店式管理，比较严格一点。所以这边是你跟人家租房子还是自己？没有，跟家人住。家人，哦，所以是今天有家人在吗？妹妹在家。妹妹是不是？哎，还是叫妹妹一起出来玩好。我们来看一下鞋柜的部分。来 ，C 大哥 ，C 大哥，来了，你最喜欢的地方了。嗯。哎，我觉得你的门一打开，好像就有一个味道冲出来。冲出来吧，你们今天镜头前面的观众都觉得有味道。来，拿一双你比较常穿的东西，哇，直接放在最前面。来，司机大哥，直接闻起来，最前面。确定要吗？你会有信心吗？你有信心？你会害怕吗？哪一种的信心？就是有臭，够臭还是够香？快昏倒的信心吗？当然啦，来吧。哦，没有啦，很香啦。怎么样，司机大哥？其实不臭了。而且它很深入，因为它鼻子其实已经有点闻到阻塞了，所以它需要靠这个把它通一下。咖啡豆给它，这个还行，还行。对啊，那有没有别的？对，有没有别的？别霜，比较会闷一点的。这是强上次，这个看起来那个脏的程度就有一点。对，上次是什么时候？上次前几天吧。哎，你鼻子是不是坏？因为我真的都闻到了，就是感觉鞋柜的味道。闻一双，闻到鞋柜。好，来来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客厅哈。那个碗就碗，刚吃完的鸡腿是不是？他刚吃完的骨头都在碗里面，很真实吧？所以你也吃了，你也还没吃。我还没吃，对，等一下会吃。但重点是，我觉得有个很奇怪的画面是，西大哥，对，你的毛衣里面是什么东西？毛衣？干嘛？不是你。我跟你讲，我今天你太空，我今天他藏小黄瓜。怎么样？这什么东西？想说要送琪琪的礼物啊。伴手礼？对啊。哇塞！哎，你最爱最爱的礼物，这个够大的啦！试一下啦，好不好？我不要啦！你去哪里搞这种那么恶心的形状？这怎么会恶心？来来，你把它拿起来晃。这很像什么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什么？太恶了吧！太恶了！因为我们 C 大哥其实也很怕，就是我能切那个线。那你还放那个恶心的地方？啊，这没有吃到还好。没有，但重点是因为你们两个都还没吃饭，因为其实我没有准备已经煮好的。我跟你说，我最怕的这种。来来来，谢大哥。这个的话就是看你可以塞到哪一边，有没有办法直接。是什么话？直接吃了好不好？吃完。看这是整人节目吗？你先吃。我吃你就会吃吗？你先吃嘛。来啦，谢大哥，男生没有在那边怕着啦。什么脸？我真的不喜欢这味道，但是我也很不喜欢。我从小学被踏到。哎，我们找这个是已经专业调味过最好吃的，好不好？全台北市最好吃的茄子就是家的，真的。不是，你脸干嘛吃一半个？来喽，琪琪挑战自己人生中最害怕食物，三、二、一，来吧。嚼，咀嚼它，咀嚼它。Oh my god 的脸！来来来来，咀嚼。咀嚼，看着那个镜头，来镜头，对，然后搭配生的，搭配生的，好，接下来看一下琪琪的房间了哈，嗯，哎呦，哇，他第一个门就有了，哎，你很内行哎，这什么衣柜吗？一般人来我家都不会发现这有柜，这是什么样的衣服？那个小礼服，哎呦，而且它这个开得很大颗。哪有？都已经来到衣柜了，那重点是琪琪有没有一些睡衣啊，比较性感的？性感的睡衣呢？性感睡衣我都是工作用的耶。工作用，所以你在家不会穿？我很休息，要么就是健身派，不然就是不穿派，不穿派，睡觉才不穿派。哦，没关系，那就为我们展现睡觉的样子。可以播吗？你确定？工作就大概是有时候会拍这种的，是蕾丝加服装。哇塞！那待会最后面可以为我们换上这一套吗？对啊，就这个。Really？
给我们粉丝一些小福利吗？小福利，小福利，好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继续前进里面，好不好？好。哎，你家是算是还蛮高级的，就整个装潢啊，就真的很像饭店的那种感觉。哎，来进去这间啊，这边还有什么？这边是厕所，厕所跟个。哦。来 ，C 大哥翻起来，搞不好，好不好？玩具在这，对不对？哦，有了啦，有了吧？来，那是什么？不是，就是那个打榻榻树的东西。打针的、啊，我不信，他一定还有。对啊，一定，怎么可能没有？说对的话，无价。沟通教练，你不太会沟通吗？我很会沟通。他很会沟通，他会跟茄子沟通，很会跟茄子。没有，谁要跟茄子沟通？下一层的，要还是下一层的南瓜？这没有了。没有了啦，剩下都袜子跟内衣裤了啦。好了，给他过关啦。对啊，过关啦，给你过了啦。厕所，厕所还有吗？是里面有厕所？哎，有一间厕所。厕所看嘛干不干净？看，马上来。灯在哪边？来，哎、欸，想干嘛？想干嘛？想要先进去？没有，很干净耶。来 ，C 大哥，你看，刮胡刀啦，牙刷啦，一堆啦。不是你需要用到刮胡刀？然后四五根。好啊。那牙刷呢？牙刷四五个牙刷呢？多人这个部分就开始有点心虚，越讲越小声哦。真的，我讲大声一点。有些朋友会来我们家住。哎呦，琪琪这套衣服很厉害耶！你现在有办法就是正常活动吗？还是他只要一动他就会曝光？情绪类的话，当然是会不小心的。OK， 好的，那今天真美老师请成功， yeah！ 谢谢琪琪。哇，这个大灯要来哦，凶的来啊，凶的来哦 ，JKF 的哦，欢迎唐琪，欢迎什么？衣服穿了以后，大家直呼受不了，吃不消。吃不消，我很多大部分时候都吃不消。真的，今天我们也有点吃不消。练心脏用的。对对对对，需要。你有那种什么露屁屁短裤吗？哇，有，因为有一阵子超级流行欧美不是都会挖屁股蛋嘛，就是直接两颗露出来的那种。你也有。有我超多上百件。今天怎么没有现挖给我们看呢？现挖了好久，新鲜的，水蜜桃。等一下哦，额外，现宰的，很妙呀。如果有男朋友限制你穿衣服，你会不高兴？会。那你会不理他？不理。照穿就自我，会不会穿越 turbo， 他越不一样。本来穿的挖屁屁嘛，对，你嫌我脱光，全挖镂空。不是我在就是要穿那一件衣服的前一天，我就会想好我明天要穿什么，所以我不会在临时因为他不喜欢然后坏就改变。对啊，对，那穿那个时候里面的内裤是什么？丁字裤，哎呦，或者是无痕的，一定要无痕，无痕的，因为女生如果挤肉超可怕，那就是悲剧。对，那你不会怕穿帮吗？不会耶，因为就是不会是因为不会穿帮还是不怕？我好像没有被讲过穿帮，可能是因为、哦、穿帮我们怎么会提醒？对呀、啊，你穿帮就是如果我太少穿帮，你们就会不心情不好不开心。他也说对哦，太棒了。今天可以穿帮吗？是来制造福利给大家，很烂要求。哎，你说你穿豹纹罩，人家说你伤害小动物。我之前就是有一阵子很流行豹纹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天哪，我一定要置入一件，我就穿了一件全身这么长的那种豹纹外套，然后就有那种阿伯吧，两个六七十岁的阿伯，然后就两个人在那边讲说，哎，这怎么？把小动物穿在身上，对啊，而且你看那小动物在他胸前又没办法呼吸，没有，那是外套，而且是立体的，对啊，你看头三 D 的，你看那两个小动物想要逃出来，两只，你看都吐出来，不是三 D， 是挣扎，是36D 的。如果你有一次去玩，结果跟大妈撞衫，你跟大妈穿一样的，我的材质不一样，他的是狮子的，然后我的是老虎的。我的是有点绒的，老虎，对，因为那我的那个是包包，我的是时尚的，对，花色是一样的。不过你是这样，我想起来，就是很多年纪大很喜欢豹纹，对啊，非常爱。哇，你去早上去市场传统市场买菜，哇，好几只豹在逛动物园一样，胖的那种，对，各种豹啊，真的，为什么？
吃的很饱的那种。如果说这样的话，你会减少你对豹纹的爱吗？没有，我是属于那种越战越勇型。哦，哎呦，我就会觉得凭什么有些欧美女生穿起来超美超正，然后为什么就是东方的不行？对，亚洲女生穿起来就是又丑又胖又老气，对，开什么不性感？你挑战豹纹难度很高嘛？那如何自然的展现你的性感？你看那个大字报可不可以自然一点？最不自然。豹纹其实大家刻板印象都是就是像那种性感睡衣，但是其实如果你材质比较有质感的话，然后不要全身整只很像豹走在路上，其实它只要是精致点缀哦，元素的一部分，对，把它变成元素，豹乳这样，对，豹乳，豹乳可以啊，不是，就是说你穿的豹纹对不对？你要注意重点哪里，豹的眼睛要挖在这里。哇，那眼睛很大啊！这两颗眼睛，哇，这个爆在这里，你看有甲状腺问题，瞳孔放大，来抗镜。胡说八道。对对对，我们就是胡说八道。胡说八道。哦，怎么那么兴奋？所以你今天就是要挑战。我今天就是来拆你们的台的。哎呦，本身单身吗？单身。哇，那好，那是好，那就。而且今天要挑战的是豹纹内裤。一点点而已，我们是专门在胡了八道，点缀重点，豹纹尾巴。好，那就麻烦你欢迎，厉害了，谢谢，来，哇，来了，哇，豹纹，这个凶哦，这最凶哦，豹是最凶的，老夫已经听到后面啊，凶到爆，灯光，哎呦，哎，看不出来，欧阳菲菲来喽，哦，目前还没有吧。我还没看到豹纹哦，还没看到豹纹哦，哇，来了，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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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是豹纹，真的是豹纹，还走了久，哦，哇，哦，这样子好看，哦，就像他讲，他只是用一个少部分的点缀，对，全身的黑色暗色性来衬托到他这一对。远光灯啊，车头灯，整个焦点都彻底点亮哎，而且它那个质感很好，对对，你知道摸摸看，可以吗？专业，我们可以仔细看那个豹的纹路，对啊，感觉像濒临绝种。它是美洲的还是？这是美洲的，这个要近看才能确认。这很厉害的豹，亚马逊那边的，亚马逊那边上次咬我就是一种，好看，有哎，好看，这种就是可以性感，然后但是又不会整个就是被男生觉得是暴露，不会哪会暴露，我们怎么会？好清新哦，我就喜欢这种，你喜欢这种小清新，小清新，所以你词汇正确，小清新，对啊，那他那个嘞，他那个有。很难比喻，讲不出来。而且他刚一出来，他最恨的是什么？你知道？最恨什么？什么颜色跟你是一样？你们一起的啊？今天的败笔这样，哎，好看，好看哎，少部分的一个点缀，对，就整个凸显了。而且你穿这个去夜店或去哪里的话，哇，进可攻退可守，哇，大家会追逐你。到夜店，比如说脱外套就脱掉，海产外套。快豹纹它是有那个质感，它的花纹、它的色泽是很重要，它的质量啊，有一些质量不对，那这个就变成你知道，就变成大概往生很久的豹，对，便宜到豹，色泽就不对，来，请坐，好厉害，